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翔，今天和表妹玩的是树顶上躲猫猫啊，大家肯定没有玩过吧？我们千万不能落下去哦。好了，表哥，开始吧。开始喽。哎呦，我要过去追表哥。表哥，反方向逃跑啊！表妹要过来。表妹要过来了，走了。包围，包围，包围。哎，表妹这么近了吗？哎，包围，区区树林不在话下啊！区区树林啊！哎呦，我跳的好灵活，表妹。啊，表妹追的这么紧，绕近道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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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次一定不让表妹抓到，抓不到我，哼。表妹怎么可能抓得到我？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我就顺着直线走。完了，表妹掉下去了。我掉下来了，失策，失策。哎，表妹要跳下来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哎，直接跳到离表哥最近的地方。哎。好呀，表哥还知道跳到梯子上啊。回跳，我太聪明了。完整的预测了表哥的逃跑路线啊！哎呀，还是被抓到了，可恶啊！